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本周的手语经文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，因为手语里面没有后嗣这个单字，所以我们就采用与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同享神的福音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嗯，为什么你每天都可以这么开心呢、啊？哦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是奥秘哦，还有奥秘啊。对啊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去教会，然后呢，跟我一起同享福音，这样就可以跟我一样都那么开心哦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啊，那我要跟你去教会同享福音的奥秘哦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从刚刚的手语小短片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手语的单字奥秘，就是很深的不能说的秘密，奥秘。然后同享就是两手圈进来同享，大拇指在你的胸前稍微就是很舒服的享受，是这个代那个手语的代表词。然后就是同享。然后福音呢，就是摸着下巴福，听到的声音。这是本周的手语单字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